將自己的一些想法用聲音的藝術去表現出來。音樂對於我來說是什麼呢？是在我血、我的骨、我的細胞的一部分。我知道這條路難行，不會想放棄這件事。因為很喜歡音樂這件事，去到一個很困難或者很差的地步，都會在你的心裡面，那團火是不會熄。音樂是可以，就算是只有一個人一支吉他，原來你都有這麼大的一些理念是可以說出來的。歸根究底，其實講緊一啲好喺世俗嘅嘢，咁但係到最尾我哋完結嘅時候，亦都係一瞬間就已經過去。咁我諗係將自己嘅一啲質地咯，咁慢慢滲出去。我哋每一次去將呢啲嘢俾觀眾睇嘅時候，其實都係一種力量。為天地立心，為生民請命，為往聖繼絕學，為萬世開太平。舞蹈係幫我去進入我個身體，去揾啲力量出嚟咯。创作的时候会有一个自我跟自我的斗争在里面。我觉得是很玩到你停不到的。你会最常听到是这样的这个世界，但是偏偏跳舞和创作就是告诉我生命不只是这样。我要透过舞蹈创作去找香港人的 identity， 好像一种任务，一种使命。用舞蹈咁特別嘅語言，令到世界可以更加細，從動作之中化解一啲人同人之間嘅 tension。當我喺台上邊，我感覺到自己嘅存在，即係可能有一日我嘅身體都唔可以支撐到做好多舞蹈嘅動作，我依然覺得舞蹈係一個好重要嘅嘢。